好像被一个女生拒绝，然后就他也要去波士顿旅行，然后是大概看我头上有一个，就其实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可是我们也想去波士顿旅行。不是你的，是 New Year。波士顿旅行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。喂喂喂喂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波士顿，波士顿派。波士顿派大星。我本来不想讲话的。解释一下。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，快大声点。
谢谢。